some of the best coffee shops in the world opened up i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other places in China just starting to drink instant coffee. So it's kind of all developing together. I would say 5 years ago, finding a specialty coffee in Yunnan was almost impossible. Now we're seeing coffees that can actually compete on a world standard. 我在云南，这里海拔1600，你没看错，这些全是咖啡豆。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爱喝咖啡的年轻人，他们的选择不再只有雀巢和星巴克。为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咖啡的发展，我来到了普洱，因为这里的咖啡产业正在迅速的兴起。在这里，我见到了 Samuel， 他在普洱开了一家咖啡培训中心。At the rate we're going in another 5 years, we're going to have Chinese people as world barista champions, world roasting champions, world cup taster champions. They're already scoring in the top four or top five in the world. When you get these coffee farmers starting to drink coffee, they look at this product they're producing so much differently. You're seeing China going from being 20 years behind to catching up with a lot of other coffee producing countries in just a short number of years. 我想亲眼去看看咖啡农庄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来到了普洱的富癌县，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县城。由于海拔比较高的缘故，这里的咖啡生长时间长，成熟的比较慢，口味也比较丰富。 这些正在采摘咖啡的佤族咖农引起了我的注意。您好，师傅好，哎，您好，师傅好。这也是一个家族，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了，这个就是家族企业。那些爷爷奶奶都在这吗？之前有尝试过做精品吗？就是今年才开始尝试做的。第一年开始做精品。大众的话已经是做了好几年了。之前咱们这个庄园的效益怎么样？之前也是平常的，很平常的。销售呢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一部分是叫雀巢，一部分叫星巴克嘛。等于是卖给大公司了，都是。甚至有些直接来到庄园以后，价格谈好，咱们自己就拿走。既然处在这个位置上，高海拔的地方，这个位置上，我们也想把自己的这个品牌打造起来。 有没有尝试过自己喝过？我是经常在我家喝我自己做的咖啡。自己做的。阿妮带我去了他家的咖啡馆，看看这里的老乡是怎么喝咖啡的。这里就是我家了，所以我家开一个小小的咖啡馆，乡村咖啡馆。 等于说，现在是咖啡在您这边是挺流行的一个饮品吗？就才是近两年，有单位的来喝，有有钱的来喝，也有农民来喝。这样，我现在也是慢慢的学喝的咖啡。哇，这喝法太可以了，这个我也得来点这红茶兑着喝。来冲一杯尝尝，这是他们自己的豆子。 你爱喝那个就是加奶的那个，他们怎么叫？好像是叫卡布奇诺那个吗？它好像那个统一到那个意式，就是浓缩那种饮料。都是，我觉得您这边应该可以引进一台这个机器。我试过，我是用那个纯牛奶挤一点那个巧克力酱，这随便画画，但是挺丑的。孟连自制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像城里面去开一个像样的咖啡厅那样。 我回到了普洱市，Torch咖啡的培训中心，这里是本地咖农和商家聚会的地方。Sometimes buying and selling can be awkward, and so I propose Marty to be the my facilitator。我知道任何，我想把这个协助满地在这里为大家。好，谢谢Marty。
我们搬到这里主要是做培训，做这个洋鬼子这个角色，能够把云南的国产的这个好咖啡带到北上广，带到大城市，让人开始认可，哎，这边咖啡真的很不错。我觉得这种喝起来就是跟一般人干那种咖啡味道不太一样，像一般人一想咖啡都是说什么苦味啊这样的，然后像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就没有多少苦吧，没有，就反而会感到会甜。对，其实咖啡本来该甜，就是烘过了，烘糊了那个所有的糖分就糊掉了，然后就很苦。就喜欢喝咖啡的人就随着自己喝的越多就可以开始发现很多。所以这个是我们Torch 咖啡的这个普洱咖啡公社，它主要就是一个卡农可以随时过来带样品，可以有一些反馈。所以我们有十几个种植者会带来可能一到四个样品，然后有二三十个采购商都要过来，做一个直接贸易的一个活动，让大家在一块备品，然后一块沟通，然后希望明天就有很多人就下订单，就开始买豆子。这里满是穿着围裙的咖啡专家，还有盛装出席的少数民族咖农。为了品尝到咖啡豆丰富的味道，我试着像他们一样，先把咖啡吸进嘴里，然后再吐到杯子里。你们到底怎么做到那么使劲吸不会被呛的？在杯测活动上遇到的阿奇，是上海西扫咖啡的烘焙师，他在云南负责监管精品咖啡的生产流程。跟随他，我来到了一个咖啡种植园，并且见到了年轻的园主梅子。哇，这边的咖啡树好高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果子，它的颜色偏紫红色，已经可以采摘了。像做精品咖啡的话，就是对这个采摘的要求是一定要采全部熟的，然后不熟的我们都要人工剪出去。像我身后的这些咖啡树，可以看到长得比我人都高，好多都是在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种植了。我还没有出生，我们家就开始在弄咖啡。大学毕业之后，帮助我老爸一起管理这个厂子。他做大宗的统豆，然后我就全身心的投入我的精品这一块。他做得好的话，他会给你更多的利润的空间，脱离这个期货价格。阿奇给我展示了咖啡是如何从一颗果子变成咖啡豆的。这边大概一吨多吧，它变成咖啡豆的话只有1/6。这些是云南这个庄园刚采摘下来的豆子，然后现在是在挑拣，待会儿等着去做水洗处理。太爽了，居然浸泡在咖啡里了。就我们刚刚在上面看到那些咖啡的鲜果嘛，它的皮退除掉之后，里面就是它的种子和它的果胶嘛。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果胶给去除掉，它就会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叫做发酵。这里面是暖暖的，我就这么塞进去了。对，里面是暖的。哇，真的是。然后你可以闻闻这个味道，有点那种酒糟的味道。说到咖啡豆有什么风味，都是这一步决定的。对，都是发酵。水洗的话就是它的口感会比较干净，然后有层次感，然后柑橘类的那种味道会比较多，像柠檬啊、橘子呀、然后蜜柑啊，这些味道比较常见。这是为什么叫水洗啊，它有一个洗的过程，然后现在我们就在洗这个豆子，我们要不断的搅动它，一个是为了涮洗干净，还有一个呢是为了把这些瑕疵的豆子搅起来。它在上面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一些空壳啊，一些碎豆之类的，然后它主要就用来制作一些速溶咖啡，然后有一些被拿去做磨粉。
等于说那个一级豆其实一吨能出多少？一级豆的话还少很多，少很多，可能八分之一、七分之一这样子。那些地上的就是我们刚刚在水洗过程中最开始飘出来的二级豆。二级豆？对，二级豆。等于一级豆是能晒棚子里，二级豆只能在地上待着。日晒处理就是说我们挑出完全成熟的果实，直接就铺在晒架上进行晒，就会更加的饱满，有更好的醇厚度跟甜的感觉。参观日晒棚之后特别开心，就看这么多就洗好的豆子都摆在这里，感觉全是我自己摘的，感觉也是我自己弄完的，就感受到农民的喜悦，内心有一部分被唤醒了。对，我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边是种咖啡的，因为现在普洱本地人都不知道我们这边种咖啡，第一次看到咖啡树也，哎，原来我们这里也有咖啡这边。现在这边做精品，它的人工成本太高，咖农他投入到咖啡种植咖啡还有咖啡给他们的回报现在是不成正比的，得为这个做精品打一些架子，然后采果的时候我要相对的就是提高鲜果的价格，慢慢的来做可能会更好。这个是传送豆子的。对，那我也当回豆子。我觉得我回来做这个也是有一种责任吧，就是通过我的一点点力量来帮助他们把这个价格利润空间提高一点，让他们生活会更好一点。所以以后我上面弄那个东西体验馆也是想把我们这边种咖啡就是传播出去，说我们云南也有咖啡，也有好咖啡。因为它本身豆子的就是红果实就已经很饱满了，然后它的甜度很高，闭住牙齿，这样的话，咖啡的味道都会在口腔里散开来。用力吸，完美。咖啡种植不是个立竿见影的生意，咖农们需要默默付出十几年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看到年轻的咖啡种植者跟他们的父辈一起努力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我觉得深受启发。从普洱回到上海，我去了趟 Seesaw 咖啡，这就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精品咖啡，但咖啡豆的选择不再只有非洲和南美。那这个云南豆子在这款拼配里有什么样的风味啊？它会为这款豆子提供一个坚果巧克力，就是体现一个浓郁的风味。If you look globally, the demand for coffee is increasing faster than the supply. So who's going to grow all that coffee? That's my question. I actually think most of the growth of the production of coffee could be done by Asia. This positions Yunnan in a place to be one of the leaders in coffee production in the next decade.好马也需要伯乐，想让云南咖啡在精品咖啡的市场上得到认可，也许我们得先在自己的地盘上学会欣赏它。